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好啊，解脱道啊的根本观行啊，如何观，如何修啊？我们现在啊所选的啊。阿含圣典啊，这是有关这一方面啊，如何观、如何修啊的问题。主要的重点还是在于我们生命主体色、受、想、行、识的五因，在这里观啊，基本原则啊，解脱道的基本。啊，这个思想啊，正观，无常苦无我啊。那么现在啊，大家看着啊，《杂阿含经》第三十啊，叫三十经啊，这一部经文呢啊。稍微啊长一点哈，就是告诉我们五阴色受想行识是无常，是变异不安隐的哈。那么看着，如是我闻，一时佛至王舍城迦兰陀辞言，哈，我们是。啊，上面讲的是舍卫国其树吉孤独言，那么现在是王舍城迦兰陀辞言，也就是竹林精舍啊。那么佛陀啊在世的时候讲经说法啊，最多的地方就是在王舍城，在这个舍卫国啊。那么现在啊，听大家来听啊，这个佛陀是怎么说的？尔时，尊者舍利佛在其舍觉山中，也就是灵鹫山。我们常常说灵山会上佛菩萨，佛陀讲经说法的地方啊，就是。很多时候都在这个灵鹫山啊，在山上啊，我们很多人啊就说佛啊，佛在哪里啊？佛就在印度的灵山，灵鹫山啊，佛在灵山莫远求啊，为灵山灵鹫山啊，在印度这个地方。离开我们算得蛮遥远的吧，他说不要远求，不是很远。那么灵山在哪里啊？灵山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啊，灵山在于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啊，这是我们古人的大德告诉我们啊，不要舍近求远呐、啊，啊，修行就修心，道场在哪里啊？时时刻刻关照我们的啊，色受想行识的五因啊，就地取材。啊，你是要到哪里去见佛？到哪里深山啊、海里啊，去这个修行、去闭关啊？这里啊，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正确的一个理念啊，时时刻刻啊，要用功办道啊，是啊。过去这些圣者比丘，白天晚上时时刻刻哈，都是在用功修行，
啊，两条腿，啊，我们会走路啊，我们这个行住坐卧，到处都是修行啊的一个道场。啊，那现在呢，我们现在谈到舍利佛，尊者舍利佛，这是在佛陀座下。智慧第一的哈，舍利弗尊者哈。那么这时候我们要谈到哈，这个有一位长者子，是有长者子名斯罗那啊，斯罗那日日游行，到其舍橘山。啊！一尊者舍利佛问信起居矣，却坐一面与舍利佛言：“若这沙门波罗门于无常色便利不安因色言，我胜我等我略。”何故沙门波罗门作如是想，而不见真实？若沙门波罗门以无常变异不安隐受想行识而言，我胜我等我略。何故沙门波罗门作如是想，而不见真实？啊，这里啊，谈到有一位长者子啊，长者子啊，叫这斯啊罗那啊，那么这个人啊，天天游行啊，那么来到这个灵鹫山。啊，来拜见尊者舍利佛，啊，一个学佛啊的弟子，常常要来亲近善知识，来听闻正法，从善知识的开导之中啊。那么真修实学啊，听闻了正法，才能够得到生命生死的解脱啊。所以这时候我们佛门的规矩啊，这个人啊，对，我们现在说一个信徒啦，啊，是一个这个居士啊，常常到山上来，哦，一方面运动，一方面也要来亲近这个三处寺啊，来请法啊，哦。那么就是要知道啦，很多这个啊佛门的弟子啊，那么念念不忘的啊，这个听闻正法，如理思维啊，这是个基础。啊，学佛不闻法，啊，不做佛法的这个如理思维，啊，那这样呢，我们的贪嗔痴烦恼是没有办法克服的，啊，这是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我们说这个烦恼呢，就是根深蒂固啊，就像一件衣服，已经很肮脏、很肮脏了，啊，洗了一次还不会干净。哦，一次再一次的洗，才能真是啊干净，得到干净。那么这一位啊，这个人呐，啊，长者子啊，那么来到尊者舍利佛的座下，问讯起居啊，你好吗？啊，这个尊者啊，这个四大调和。法体安康佛，啊，这个说法度众生，一切都很顺利吧？啊，就是问讯起居，
去坐一面，就坐在一边啦、啊，啊，坐在旁边啊。那么现在就有要跟这个舍利弗尊者说话了，嗯，啊，就是啊，请教啊，这个舍利弗啦，啊，他说，若是沙门波罗门啊，这一个修行的人。啊，不管是佛门的修行人，和其他哲学及其他外道的修行人，所以诸沙门不只是出家人，我们现在是说佛教的修行人比丘，我们说就是四沙门啊，跟随释迦如来修行的。啊，他们说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了啊，就是沙门的意思。那么沙门还有波罗门啊，波罗门在印度是属于贵族啊，这个一个宗教师，还有宗教师。那么这一个人标榜他是一个修行人，是一个社会上啊，所以。高层社会的人，也就上流社会的人，那么这样的人对于无常色变异不安应色，就对一切色受想行识本身是无常的，本身是变异的，是不安隐的，管理无常变异不安隐哈、哦，这我们等一下再根据啊《瑜伽师地论》哈、哦、的解说啊，讲的更详细一点。那么这个色受想行识本来就是无常的。啊，时时刻刻像这个我们血液的循环一样，啊，像这个黄河这个的流水，啊，这个长江啊的海浪，没有一时是停止下来的，啊，是无常的，是变异的，不是一天变两天变，时时刻刻都在变异之中，不安隐的，啊，那既然是无常呢，那就是不安的。对这样的色，这样的这法啊，还计较我胜、我等、我劣是什么意思呢？啊，众生都是执着我啊，根据唯识大乘啊来这个啊解说。我们第七摩那识啊，这指我的啊，这样的这个事啊，我吃，我见，我爱，我慢啊，无我而执着我，对于色受想行识没有正观，没有正确的认识，在这里虚妄分别，在这里啊的颠倒错乱啊，执着这个我，那就是的我痴，我见啊，这个我本来就因缘所生的。啊，这个没有实在主体的，而你坚持啊这样的见，这个知见，啊，我见我爱爱惜啊黏着啊这个爱的不得了，我慢啊是把看着这个把这个我看着高高在上，其实啊我们讲我慢啊。把自己啊看得非常的高，非常了不起啊，我比你有钱啊，我比你有地位，我比你更聪明，甚至于在佛门之中
啊，我比你更休闲，我比你持戒，啊，都叫这个我慢。那么这我慢呢，啊，根据佛教里面所讲呢，各式各样的，啊，不一定是说我比你高，我比你强，我比你有钱，我比你聪明，啊，我比你休闲，啊，这就是我慢，啊。这个我慢里面呢，我胜，当然我比你啊强的很多，好的很多，啊，我的相貌比你庄严，哇，我的讲经说法比你啊更能言善道，啊，我啊的信众比你多。我的道场比你大，啊，我的在社会的知名度比你高，这我胜。啊，你说他有学问、有道德，有什么升起我慢心？那么我跟你大家不相上下，讲学问、讲修行、讲财富。啊，讲权重，啊，各方面都是差不多。那这样也是有可能升起我慢心吗？有，还是在佛门里面，凡是你执着有这我，啊，不能通达缘起无我的道理。不能时时观照五蕴无常苦无我空，那就会产生这样的我慢。我比你高，比你强，比你这个伟大，固然是我慢。我等我跟你啊不相上下，啊，这种的学问啊，读书也差不多这么多。哦，我的钱呢，差不多这么多，我等我略。你说我比你差，我比你差，还有我慢吗？在佛教里面有一个叫卑劣慢，比你卑下，比你低，比你下劣，啊，差你多多。那么这样还有慢心吗？这是卑劣慢啊。那么这个人呐，啊，这个张哲子啊，就请教这个舍利佛啊。假如一个修行人啊，一个上流社会的人，乃至于所有的人啊，对于色受想行识的五蕴。啊，它本身既然是无常的，是变异的，是不安隐的，可是他竟然不知道无常变异不安隐，当下就是无我啊。那么既然无我，就不可能产生我慢。啊，不管我胜我等我劣，不可能的。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这一个长者子啊，他说为什么一个沙门波罗门啊，一个修行人，不管是哪一个宗教的修行人，这个啊，上流社会的人啊，这个人君子啊，有这个啊社会地位的人，做如是想，如果这么样的想法，有这么样的观念啊，有这么样的这个我执我慢啊，而不见真实，那是。不可能见到诸法的实相，也就是不能够体见真理的
啊，也这个佛法就是你不能见到缘起，不能见到四谛的真理，啊，不能见到一切法的真实相，啊，那就是上面一句与色无常，变异不安，啊，与受想行识都是一样的无常变异不安因，啊，那么。事实是如此，真理就是这个样子，可是你不能体见真理，不能明白佛法的无常变异不安忍的啊这个道理，而在这里哈、啊、执着哈、啊、而说宣说啊，岂如是见地如是论？内心之中有这样的想法，有这样的见解，啊，这有这样的思想，发表在你的言论上，啊，我比你高，可是我跟你差不多，可是我比你差，啊，如果这样的话，啊，为什么？这样的沙门波罗门啊，这样想这样说就不能够见到诸法的真实，换句话说是不可能得到解脱的啊，我执我见我慢啊，各式各样的我慢啊。那么在这里啊，我们肯定的说无常变异不安这是一个真理啊，你只有信受真理啊，且随顺你真理，按照真理这条路康庄光明的大道往前走，往前走，你自然而然的，你就会破除我执、我见、我爱、我慢啊。所以第二段相反的啊，这一位长者子啊，继续的说：若沙门波罗门与无常色。不安忍的色变异啊，言我胜我等我劣，何所计而不见真实？以无常变异不安忍受想行识，言我胜我等我劣，何所计而不见真实？啊，斯罗那。于如的于如意云何色为常为无常啊，这句话现在是舍利弗说的话了啊，这一段刚才啊前面这一段啊是这个长者子也是来请法的人提出了这个问题啊，这个为什么啊，如果有我慢心啊，这个不见诸法的实相啊，你就不可能体悟真理，不可能这个得到心解脱的啊？为什么？为什么？如果是执着啊，先说。啊，我胜我等我劣，这样子想，这么说，就不能体悟真理。啊，那现在我们舍利弗啊，就答复他了。啊，这个问题的解答，啊，在佛教里面是各式各样的。有时候，啊，就是顺顺的，
把这个道理原原本本的啊，这样来跟他解说。有时候用你反问的啊，就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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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提出问题，这个问题啊，他要再一个相反的把它问啊问回来啊，所以这个讲经说法要为众生指示明真啊，就要看根基如何。有些你就啊这个直接的来答复他问题，有时是反问他，有时候呢啊那是这个不答复他，无可奉告。为什么不答复他啊？就在佛门里面啊，常常这个遇到这情形，有人跟佛陀啊请教啊一些问题啊。过去我们已经谈到世界的问题啊，我的问题啊，是常是无常啊，我跟这个生命主体是一个呢啊，是相同的呢，是两个，是不同的呢啊，问了很多啊。佛陀对这些不着边际啊没有用的啊这个细论，佛陀一概不答复啊。这不答复的道理很简单，没有用。所以你不要以为啊、哦、慈悲啊，佛陀慈悲，法师慈悲啊，你问什么他就侃侃而谈，不一定侃侃而谈，有时候根本就不答复。因为你答复这个问题啊、哦、对他没有帮助，反而增长他的邪见啊。那么现在啊，我们这个长者子提出问题啦，我们这个舍利弗怎么说呢？哈、啊，一个沙门波罗门对色的无常不安忍便利，而在这里啊执着。啊，宣言啊，我圣我等我列。那现在我问你啊，现在反问过来，何所计而不见真实？他究竟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哪里啊？这个人修行不得力啊，修了这么久都没有用，我们要找出问题啊，何所计啊？他执着什么？他毛病究竟出在哪里啊？现在啊，一切法既然是无常，是变异不安隐的，受想行识一切都是啊，无常不安的，而在这里啊，认为我胜我等我劣，何所计而不见真实？啊，现在你想想看呐、啊，啊，现在就是把这道理啊分析啊开示啊清楚一点。啊啊！于若意云何？你认为怎么样啊？啊，他在说，你想想看，啊，色为常为无常啊。那我现在问你，这个张哲子，色受想行识的五音，它本身是常的呢，永恒不变的呢，或是变异？啊，千流变化，千流变化无常的呢？
这位长者是啊、哦、这么亲近三宝，听闻正法，当然很清楚了，是无常啊、哦、不要说听个佛法，有一点常识的人也知道世间没有一样东西啊、哦、不是无常的。那么现在啊、哦、无常，我再问你啊、哦、于罗那，若无常为苦也，是如果是无常的，是不是就是苦呢？啊、哦，这个长者子答复说，对，是苦，无常的必然是苦啊。那舍利佛又告诉他啊，弥罗那，若无常苦是变异法，语意云何？圣弟子与众见色是我，亦我相在何？哦，这句话就更进一步的，哈、啊，就说这个毗罗那，假如色受想行识一切法都是无常的，都是苦的，都是变异的，那么你想想看，你想想看，作为一个修行人，不管在家修行、出家修行，啊，圣弟子、佛陀的弟子、人间的佛弟子，就在这个色受想行识之中，见色是我，色亦我啊，不是我，相在，我在色中，色在我中，啊，关于这句话啊，我们就讲谈到佛法的这个无我，就要怎么样去解说来显示啊，这无我的道理，讲无我，众生执着我啊，就在这个五蕴生命住体之上。假如我们身体都不存在了、哦、我们还能抓住什么东西、哦、可是我们要知道，众生的执着，众生执我是五花八门，各式各样的，现在把它分成几种，一种是说五蕴就是我啊、哦，我把五蕴里面说是，那、啊、这是我啊，受是我，想是我，行是我，识是我啊，见色是我，意我跟我不一样啊，色受想行识。在佛教里面就是这么说啊，五蕴生命住体啊，而构成众生假名我。你如果执着认为有一个我，那我问你啊，是色，色是我呢？说是我，想是我呢？哪一种方面是我呢？啊，我们一再的提到这个问题，我是单一的，我是个实体的，啊，我是一个永恒不变的，我是自在的，啊，佛教对着我
的定义是这样子。那现在说我们这个人色啊，这个色里面是包括了什么，下面我们会另外再解说啊，就是物理方面的色受想色声香味触法啊，生理方面的眼耳鼻舌身啊，对不对？那么心理的眼耳鼻舌身意啊，这个六识啊，五根啊，那一根是属于这个心，五根呢是属于生理的现象。那么现在说啊，人的生命主体是种种因缘及假因托缘而啊成立的，离开了色受想行识是不能存在的。光是色就不是单纯的一样啊，四大所造的啊，这个啊，凡是属于物质方面的啊，这个生理也好，物理也好，都通通在这个色里面啊。这个色是我吗？啊，或是说色不是我，是我所。我所有的东西啊，以这五蕴整体来讲啊，因为这个经典里面是五蕴法是色受想行识，把色啊单一的讲，而后下面受想行识一起讲。那我们如果通通合在一起来说，五蕴是我啊，五蕴亦我，离开了五蕴以外有一个我，可是我就在五蕴之中，五蕴就在我中啊，这什么意思呢？你说五蕴是我，你执着我啊，这个常恒不变的啊，这样的实体啊，在什么地方去啊这个建立？他说啊，就在我们生命主体色受想行识五蕴上。可是我们肯定的告诉你，五蕴色受想行识不是我。为什么五蕴不是我？很清楚的，我是永恒不灭的。可是我们五蕴不管是生理的，是物理的，是心理的，色受想行识，每样东西，物质的也好，精神的也好，每样都是无常变化的。那么受想行识也都是这样子啊，我们也讲受好了。有时候就觉得，哎呀，我觉得啊，很啊舒服，很快乐啊，情绪上的问题嘛，感觉到很好。有时候觉得啊不安啊，各式各样的不同情绪的感受。所以受是无常的，行啊，这个想也是无常的，一下子这么想，一下子那么想，胡思乱想。昨天这么想，今天又不一样了，时时刻刻在这变呐、啊，哦，这本来就变的嘛。那既然不是常住的，不是永恒的，怎么能说是我呢？
所以五蕴不是我。那么有的人呢，就执着一个我这个东西，哦，一个灵魂，哦，一个这个神我，离开我们色受想行识以外，有一个我。那你想想看，如果啊，离开我们当下的生命主体，啊，你说还有一个什么种永恒不灭的一个灵魂，还有一个实在的实体是什么东西？啊，这个只是你的幻想，啊，无中生有的，没有办法成立的，啊，那第三种，他说，我就在五蕴之中，五蕴就在我中。如果我在五蕴之中，啊，五蕴在我之中，啊，以我为主体来讲，五蕴就是我所有的。相反的，以这个五蕴为主体，啊，五蕴是我。那么这个我是属于啊，我五蕴里面的，在这里面啊，我在五蕴中，五蕴在我中，这是相在啊。那么这是舍利佛啊问这个长者子啊，既然一切法是无常的，是苦，是变异的，那么一个修行人，一个真正有知识的、有智慧的，啊，会在这五蕴上啊说这是我啊，是我所啊，我在这个色中，色在我中，会这样吗？有这么笨、这么愚痴、这么颠倒啊？事实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这位长者子他说：“佛爷，当然不会的啦，不可能的事情啊。”那么在这里啊，下面是这样子啊。那你想想看，既然色是无常的啊，下面受想行识当然也是一样的，所以。舍利佛很清楚的又问他，你想想看你的意见怎么样子啊？啊，刚才说色是常是无常，那么现在我问你，受想行识是常呢还是无常呢？这个张遮子当然很清楚的是无常，那么是无常的，是不是就是苦呢？无常当然就是苦啦，这还用说吗？啊，必然的，所以是苦。啊，那么既然啊，这个受想行识是无常是苦，那么啊，长者子啊，你想想看，啊，受想行识。是，既然是无常的，是苦的，是变异的，那么你想想看，你的意见如何？一个圣弟子啊，佛陀座下的修行人，还会在这中间啊，在世上说这世是我，离开世有个我，和我在这世之中。啊，是在我中，会这样的这个颠倒错乱的戏论吗？啊，这个长者就是说，佛也不会的啦，不可能的。啊，下面啊，就啊，舍利佛开示了，啊，弥罗那，当知你要做到啊，是。啊，这色不是颜色的色，啊，颜色的色固然是色，啊，我们的这个佛教讲的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很多人说啊，色，把这个
弄了这个错误了。啊，对，把这个佛教里面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啊，这个用一般的这个没知识的不懂佛法的啊，的一种啊，当这颜色的色啊，色情的色啊，黄色的色，不是的，这个跟黄色跟色没有关系，啊，这里讲色，啊。以我们现在的人来讲，眼耳鼻舌身啊，我们叫五根，眼根耳根乃至身根，这是色啊。还有我们眼睛所对的外在色声香味触五尘，这也是属于色啊，四大所造的关于物质方面的这些东西，通通叫做色。所以当知这个色，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念，若外，若出，若细，若好，若丑，若圆，若尽，彼一切色不是我，不异我，不相在，是名如实知。啊，现在就是要讲到啊，如实知正见正观啊，正智啊。怎么样才是叫做如实知？一切法、色法、心法，啊，讲到色，从时间来讲，过去、现在、未来，啊，我们说啊，古时候、现代、将来。啊，这个色法，不管时间怎么样的变化，啊，若念若外，是我们自己本身内在的，比如说念，现在在我身上的，现在在我家里的念，外，我家里之外的，我的身体之外的。内外粗细啊，你说这个色，像山河大地，像须弥山、喜马拉雅山啊，那么大，像宇宙星球那么样的粗细，细的像一个微尘啊，像一个原子，这么微细的东西，看都看不到的。主要显微镜才能看得粗的、细的，好若丑哦。这栋房子非常美妙，非常漂亮。这个人长得非常这个啊，这个非常庄严。若丑，非常的丑陋哦，非常难看。这是说这个啊，法本身、色本身，好看不好看。美不美，若远若近，你说是近在眼前的和远在天边的。总而言之，在经典里面呢，形容这样的，我们觉得蛮琐碎的。事实上这里要告诉我们啊，要举例啊，这个越清楚哦，越详细越好。哦，在这时候，你说啊，你说这个是啊，这个无常的啊，那个还有例外，没有例外。总而言之，你讲的色、受、想、行、识，都没有一样的是有例外的啊，没有例外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啊，要知道。
比一切色不是我，这些的不管过去现在未来的啊，也不管在哪里，也不管出息好坏，喜欢不喜欢，你是这是我喜欢的是我，这个不喜欢的就不是我，这漂亮亮的是我，这丑陋的就不是我，啊，没有这样。现在这个斩钉截铁的，很肯定的告诉我们，这个以上这些事，没有一样是我。在这个之中执着我，完全就是一个错误的。你说不是我啊？难道是我所吗？也不是离开了色，离开了这些，另外有一个我啊，不相在，我在色中，色在我中。啊，如果这个色比较大，那我就在色中；如果大的话，色就在我中。能够这样了解一切色不是我，不异我，不相在，不在这边啊，这个颠倒错误、虚妄分别，这样子叫这如实知，如实知啊。那么下面呢？这个例子一样啊，说色是这样子，说想行识也是过去的、未来的、现在的、七七八八的、近的、远的，都不是我，也不是离开的这些有个我，也不是这个我在说想行识之中啊，这个说想行识在我中。这样叫做如实知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么这样知的后果又如何呢？得到什么呢？啊，我们要今天讲去分析。